今天做有关于用什么样的心情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呼吸的练习，所谓的心行，就内心的活动的方式，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，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，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禅修的目标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呢，我们在锻炼十六圣行里面的体会、观察心行跟释放心行，它是可以针对着这个环节的。基本上，我们如果要善用呼吸，让呼吸能够帮助我们开发禅定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应该要把呼吸当作是一个，好比说温暖的，好比说是一个吸引人的，好比说是一种有笼罩性的。然后在面对他的态度上面，是要非常乐意与他亲和的，很积极的想要跟他做朋友，然后想各种的方式去了解他，去拉近跟呼吸的关系。我们在开始静坐之前，大家可以选择做一些伸展的运动，或者是深呼吸，调整自己的坐姿。在禅修里面，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一个态度，就是跟正情有关联的，跟热情有关联的，那种很积极的、很奋斗的态度。那这种态度呢，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偏向于有点是过度的。之后等到熟练了，等到在定境方面更成熟了，再慢慢的把它的力度、力道调下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在调整坐姿的同时，也要很积极的端正自己的心意，用一种很认真的态度面对眼前这个宝贵的时刻。一天有多少的时间，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放下万缘的，心无旁骛的，做开发内心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是很慎重的，是很尊重眼前的这个时刻，愿意认真的付出，然后在这样子的认真的心态之下。不要忘了让身体深度的放松。我们人的用功、精进、认真，全然是可以在宪法勒住的状况之下进行的。身心是越来越倾向于休息，越来越倾向于省力，然后我们可以把用功的力道是放在很认真的去品尝、去开发乐趣。所以这样子的认真、这样子的奋斗，它是一种快乐的状况，是一种乐趣。你有发现到内心里面对于静坐有微微的抵抗感，有对它有排斥的感觉，好像要做一个
压制自己的功课的话，要调整这样的心态，提醒自己。这好像是度假一样。也先尝试用自己熟悉的方法气入呼吸，好比说去留意这个呼吸笼罩着全身，全身逐渐的变得安详，对这样这个过程保持着正知正念，清楚的知道这个被安详感笼罩着的身体，它的触感，那个逐步调整到越来越安详的那个过程，去留意自己的技巧的使用，去留意使用这个技巧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触感。再重复一次刚刚所讲的帮助自己禅定成就的方式，就是要把呼吸当成是自己的好朋友、好伴侣，你要让它变成你的盟友，你要让它变成帮助你的力量。很用心的去了解它，很用心去亲近它，因为可以实验一个取角，这个被呼吸笼罩着的全身，它好像是夏威夷那个度假的海滩，温暖的海水一样。温暖的海水，它不是就一小片而已，不是只有在一点点地方，它是辽阔的。然后当你投向于这个温暖的海水，投向于这个离开忧恼的这样的一个度假的状态，让自己是能很尽情、很放怀的投向呼吸，投向这个温暖的大海。去留意自己那个心，大家有没有在跟世间的忧虑隐约的那个藕断丝连，尽量把那藕断丝连的地方把它割解，把它切断，把它抛开，所以你能够更加纯然的投入这个温暖的大海的怀抱里。去调整一下自己跟呼吸互动的方式，要怎么样才能够更接近它，更加没有距离，
让心是在这个里面融化。全然的浸泡到这个温暖的大海，所以跟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透过忧虑的连接。注意力是不需要锁在任何一个小的地方，是可以感受得到整个的身体，它都是浸泡在温暖大海里，整个的身体都是被安详感笼罩着，或者是被一种没有事情的清幽，没有事情的闲暇，那样的感觉所笼罩着。试着让自己更全然的忘情于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，那样的一个触感里面。很乐意去融入到呼吸，很乐意去跟他拉近关系。这个呼吸，它不见得是简单的鼻腔里面的气息进出而已。它是指整个被呼吸笼罩、被呼吸滋润、被呼吸按摩着的那个知觉。它指的是那个随着呼吸在隐约的震荡、隐约的回响着的那个电网。在这个电网上面，你可以感觉得到触感，那是念头、心情所触发的、所触生的那个触感。对，贴近着这样的呼吸，你就能够贴近着自己的身心，它当下的运动。它的韵律，它的脉动，在你贴近这个脉动的那一瞬间，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身心是朝向更安静的。所以每一次你用友善的、乐意的态度去贴近着这个呼吸能量网，就在那一刻，你就会感觉得到身心是正在沉淀中，正在趋向宁静中。正在深度的品味着舒畅、闲暇、忘忧，
平常习惯性带在身上的那些行李，那些包袱。就是 check into the local hotel， 放在当地的旅馆里。你现在在这个海滩上，你完全不用去理会那些行李，那些包袱。甚至你光是专心的去留意，怎么样能够更纯然的让自己释放于这个呼吸的能量网里，浸泡于这个呼吸的能量网里。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入禅定的方法。在静坐的时候，有一点点像是在做瑜伽术，你不要每一次就只停在那个习惯的那个 comfort zone 里面，那个舒适的领域里面，是去挑战一点点。这里的挑战的意思就是指，看你能不能够比以前做到更彻底的融入，更彻底的释放。更由衷的，没有保留的，去贴近呼吸的能量哦。所以你不是只是习惯性的、机械化的依循着过去的惯性做这样的功课，而是有点挑战自己。看看能不能够跟呼吸的距离更接近。能够有更纯然的知觉去感觉呼吸。佛经里面讲到，尊敬禅定的人，修行会成功。所以用尊敬认真的态度，来开发自己的内心，尊重眼前正在品味的这个质感，这是一个好的，这是一个健康的。在同时可以去探索，用更多的层面，用更多的界面来接触呼吸。
所以任何一个可以感受得到触感的地方，都是被呼吸滋润着、按摩着。都是被呼吸笼罩着，这种被呼吸笼罩、被呼吸按摩的感觉。你不是用很僵硬的、很机械化的方式感觉它，要尽量的去感受怎么样的让这种笼罩的方式让自己感觉到安详，感觉到正在放松中。也就是说，你感觉的呼吸它不是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而已，你感受到这呼吸的好处，因为有呼吸的笼罩，所以身心是感觉到更安详的。因为有呼吸的滋润，所以感觉到身心是更有能量的。因为有呼吸的刺激，所以感觉到身心里面有维系的喜乐的，积极的跟呼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
贴近它，融入它，品味着它。让知觉和呼吸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学习让这两者融洽的相处。心是对呼吸珍惜的、欣赏的、很乐意的，要接近它。呼吸是无微不至的，在按摩，在滋润。欢迎心，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他们更融洽的相处？那个呼吸有没有挚爱的地方、不舒服的地方可以调整的？然后笼罩按摩身体，舒适的，整个心很乐意，要跟他融洽相处。那个心能不能够保持着高度的意乐？去融化到这呼吸的温暖大海里，呼吸的能量网里。调节着这两者的关系。磨合着这两者的关系，慢慢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不用费力气去分界限，去看心在哪里，呼吸在哪里。原来他们是如此融洽的、省力的在一起。
心已经趋向于明显安静的人，很好，就继续这样用功着。如果心还是烦躁，或者是没有宁定的话，别忘了去激发自己，去突破，去挑战，去发掘出怎么样才能更加的融入。不要在那边因循苟且的一直在用敷衍的方法。要有一点策立着自己，去开发出潜能，一种能够更全然的融入到呼吸里面的潜能。
这是 Kitaka 比丘所说的，身体如此轻盈，喜乐充溢，如棉花乘风飘扬。啊，这个不被五盖所压制的身体，这个不为欲乐左顾右盼的心。